我说一下，因为我看了一场，我都不好意思 cue 你，我很震撼，真的很震撼啊！然后我去后台的时候，包括在现场看，我们俩聊天，我是真的绝对没有任何的别的这个，他觉得很好，谢谢姚斌，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有几首歌每天在车上放。你手哪里？手里拿着什么？你喊出的是少管我这三个字，应该怎么称呼你？深深，你跟导演，我已经刚才没错，问过肌肉紧致显风流，杀意帅气万人求。你帮我采访一下深深的问题。你看完沙哥这个样子，你觉得有压力吗？我压力老久了，你就是昨天刚到从上一次的，我前段时间没看之前我见他了，我就说怎么回事？我和广大网友一样，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吧？吓傻了。我提问一下啊，第一个，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深深在开巡演，对于巡演的呈现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想问问今天还准备什么大事了吗？啊，今年还准备什么？今天准备什么大事？今年准备什么？对啊，巡演的呈现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我说了不算，得看观众朋友们看完怎么样，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我说一下，因为我看了一场，我都不好意思 cue 你。我很震撼，真的很震撼啊！然后我去后台的时候，包括在现场看，我们俩聊天，我是真的绝对没有任何的别的这个，他觉得很好，谢谢姚斌，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有几首歌每天在车上放。那得问他呀。对，今年还有什么？
好的大的一些要跟大家有可以公布的有什么好玩的事吗？保密其实就是一直唱歌，一直唱歌，保密就好好的在舞台上唱歌就好了。嗯，就是最大的事。问问味道怎么样，以及这两天对云南的美食。就它很姜茶，喝一口就是半口的姜末，很纯。但是喝完之后非常非常的暖，然后很好喝，它不会有那种姜的辣味儿、嗯，然后但又有姜的那个香味，所以我觉得蛮好喝的。对，昨天其实只吃了两顿吧，一顿其实忘了。昨天吐司宴嘛，对对对对啊，那个多好吃，吃了一顿，然后今天可以再品尝一下，哦，好的，品尝一下美食，嗯，然后这个问题真的很漂亮，这个问题应该不用问了吧？哪个？前五天缺席了团建，大家知道你去做啥了吗？肯定大家都知道，关这个我都的工作，你说吧。对，有点多，我该说哪个？确实工作，因为之前跟深深约那个这一时间，他很多事当期都排出去了，那个确实是工作忙。谢谢姚斌，谢谢你，终于挤出了最后一天半来，应该其实算两天吧。我谢你，对，其实就两天，因为你一早赶飞机还早上还折腾。也要谢谢你了，要不然我也没有机会穿这么多非常有特色的衣服。这倒是真的。今天这个服饰，对呀、啊，这个民族服饰还是。网友期待了好久，每天艾特说、哦、我们这条线因为有很多少数民族嘛，他说能不能多穿点民族服饰，我们其实就没回复，但是就是到最后一天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是有准备的，而且大家都有，我们都有看到，都有关心到，所以大家都说我们奔跑吧的服装组就是 YYDS， 经常就准备出很多特别好看的衣服，谢谢老师们，谢谢您，好啦 OK， 好啦，那我结束了，凯哥在这边，我们的阳光下吧，怎么？你穿这套衣服是？感觉你当时一组的，有点凶。周总，周总，咱俩一组的。周总，不要再提了。周总，昨天晚上啊，大家记得看《奔跑吧》。周总昨天晚上慷慨解囊，大家记得看，给请全组人吃了一顿大餐。第一天来就受到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都受到这样的暴击，周总，你有什么这个想法？就有这样的荣幸可以请大家吃饭，你觉得怎么？我们为什么要站在太阳里面呢？行了，你光好啊，哦，好好。天哪，我们凯哥在哪儿不好看？啊，你回答在哪儿不好看？我们忘记这件事情。三二一，哎呦，好，开始来问。申总，魏总，好，采访我呀。这个是问，最下面是问题一。好，然后这上面还有两个问题，一共三个问题。凯哥，七年前你在节目里说过大理的夜好冷啊，这次团建重回大理，觉得大理的夜还冷吗？嗯，我觉得他哎，你替我回答吧，要不怎么回事？你觉得现在大理的夜还冷吗？你觉得香格里拉的夜冷吗？我觉得他不理我们。来，请跟那个我们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嗨，你叫什么名字啊？既然你这么不礼貌的话，我要不礼貌了。你的肉膻不膻？对不起。好，教授。啊，不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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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兄弟们这个大家在一起就不觉得冷。哦，那本次在嗨放派，像李君瑞和高瀚宇也在节目里合体了，大家有聊起什么吗？在大小姐的群里都有分享这件事情吗？有计划嗨放派进行团建吗？对，哇，嗨放派的兄弟们也是另一波这个很非常好玩的。那你先聊你们兄弟们了，我先走。哎，陈总，就是周董。哎，周董了，别。周董。对对对，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两边人一起团建嘛。嗯，对吧？都有聊些什么呢？那聊一些大小姐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大小姐，改天我带你看。好，哦，我知道，是那个鸡还是那个狗是吗？对，是那条救了鸡的狗。对对对，救了鸡的那个很感人哎，那个片段我看了，对对对对对，特别感动。正是他，正是他。那个可感动了。他现在长那么大。就我感觉当时的你就已经满眼就是啊，不愧是当父亲的人，很容易感性。对对对啊，我都没反应过来，大小姐说是他。好，凯哥也一直在做健身运动，不仅是小区费的，还做会，这是不是啊？还会做繁花骑行，打八段锦。这么久没回来，这个念字开始有一些问题了。还做会？对对，玩路亚，还想尝试什么新的体育项目吗？徒步，
因为这次我们有徒步。嗯，哦，算了，对。然后你没有参加，对。兄弟团成员现在人均肌肉型男，到底是谁说会策划一起拍摄健身 vlog 吗？人均肌肉型男，现在反正老沙已经这个差不多了。嗯，在他的这个资历，你不是走这个路线的，不要勉强，不要太勉强。谢谢，你要变成肌肉男，那多这得多可怕呀！那是吧？就没有那个可爱的劲儿了。谁跟你说我可爱？就没有周总的这个霸气了。啊，可以不打这个周总的。好。拍一张，好的好的好的。没办法，我们绕起来就是会那种。我拍照不好看吗？好。准备好吗？来了，准备好了，但一定要逆光拍，我们都可以了。哦，那你拍照很好看。对对对，这是我们一路上玩的一个梗。我知道，左脚。相机里都是。好，好，拍一张，好，拍一张。下一张深深专辑封面图吗？是吧？必须的。这么快就把我的概念猜出来了，必须的，一会儿你看。还是太有默契了。好了，谢谢。哦，我们图拿。我把甩干。这是要送给网友的吗？真的假的？林娜，还没结束。OK 了，林娜，我把人带走。OK 了，我们要出发了。他要补一张照片。OK， 我们先这样吧。嗯。你去，他在补最后一张。啊，好，行。啊，你们先上车。我们来不及了，今天。嗯。不行，等一下。有点过，有点这个，有点那什么。出来看日出。回来自己小小要求嘛，明年节目能不能听周深唱一首歌给我们？可以啊，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听深深唱歌嘛，我们也很期待他有一些可以有一些歌啊什么的在节目里为大家来呈现。嗯，期待一下，我也期待。这常驻兄弟住着住着就飞走了，而有些飞行飞着飞着就住下来了。演你呢，住下来了，我领子不动了。
走到哪儿了？今天飞走的常驻兄弟他回来了啊，那可不行。让我们欢迎刚刚开完演唱会就立马飞回来会合的，大家都深深想念着的深深，有请。我回来啦！掌声！我回来了。今天我要把我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为大勋。跟我有什么关系？去吧去吧，让位。你该走了，该走了该走了，让位。来呀！这样也行。欢迎深深回家。接下来要登场的不是歌手，却胜似歌手。2022年，他发行了一支单曲《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2023年11月，他又上线了影视剧主题曲《雪季》。几天之前，他的全新单曲再次上线。哇塞！有请白鹿带来新歌《谁是你朋友》。我能不能再来？不能！怎么还有人没有再来一遍？不可以。不是。怎么了？我们这个应援怎么了？哎，我们也得应援。不能应援，你这个。大春哥太干扰我了。我跟你讲，姚一平绝对不能。音乐类节目人家真唱的很多，但是把不行的都播出来的只有咱们。不可以，不可以。不是。我觉得。只有一次机会，天花板塌下来也要继续唱，真的不可以，不可以停，不可以停，不可以停。好，你再来一下，不可以停，不可以停，不可以停。好，你再来一下。好，感谢白鹿带来的歌曲《谁是你朋友》，以后我们不仅会帮你宣传新剧，还会帮你打歌。我都猜到你要说这歌。我不想解释你朋友，谁是你朋友？你喜欢我吗？交换真心话没那么复杂，说出口吧，别再装傻瓜。我不想只是你朋友，不止你朋友，牵我的手吧。烟花盛开的一刹那，气氛太融洽，我在等你给我一个哇哦。首先有请第一位歌手嘉宾苏醒，为我们带来做你的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送给你们做你的星光。如果生命是场梦境，逐分逐影是街边的呼吸。住在你梦里，愿与你共眠，不想再苏醒。黑夜漫长，我照亮你的脸庞，做你的星光，一点点星光，无畏去流浪。纵然微弱，也陪伴你去远方。做你的星光，一点点星光，任时间流淌。黑夜漫长，我照亮你的脸庞。做你的星光，一点点星光，无畏去流浪。
纵然微弱也陪伴你去远方。从你的星光，一点点星光，任时间流淌。老天，谢谢各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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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让我们欢迎宋雨琦带来她的新歌《On Cloud》。嗯啊，画风突变。The speed on slap, bad boogie baby song ta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 The speed.On slap, bad boogie baby'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 In the handstand, I pass it like LeBron. I know they can't stand when I don't let them. Light bulb, push a 7-Eleven. Do the dash, 7 minutes in heaven. Oh shit, I'm too quick. Touchdown, hit it and quit. Big hits in the ear, little sweats. Push down, make it rain on the bitch. The speed, on slap.Bad boogie baby'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 This beat, on slap. Bad boogie baby'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的音乐特辑里，大家的挑战大多集中在各种形式的演唱上。嗯呢，而今天你们将要挑战一个全新的领域，歌曲制作。哇！啊！制作，这我可在行。哦，真的假的？你们需要在有限的录制时间里，从无到有的创作出一首完整的歌曲。并在今晚进行新歌的发布和演绎。啊，把我放在曾毅的位置啊！哟哟哟哟，大制作！我是制作，你还在曾毅的位置唱呢？你还完了，这组歌只有又了，你们就叫又又吧，你们歌的名字就叫又又又又。请唱出今天你要嫁给我的一句。今天你要嫁给我啦！你是个小哥。今天你要嫁给我啦！你都不是我小哥，不是，不是这首歌。今天你要嫁给我。那那是啥歌呀？明天我要嫁给你啦！你记错日子了，那不是今天，那是明天。你把日子都搞错了，还结婚呢？真的是。鞋都掉了，鞋鞋。你的鞋。我再也不想感受这个了。3、2、1，走吧。我觉得自己喊更吓人。这个嘴张的真大呀、啊。是不是喝了一口？这是 rock， rock。从音乐性来说，刚才那组一般，是在内娱能非常听到很多的音乐。对我来说，可能只是编曲新，也没有听到新样的。
张真源要首飞了，再往后一点点啊，起飞喽！来，想飞过来呀！假发一样扣在了他的脸上，真人是假发吗？不爽吗？他说这么爽，爱上这种感觉了。Oh my god！ 放松放松。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举牌了，是真的，是真的，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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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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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海珠家一个花季，这是他唯一会的一首歌，我的主打歌。欢迎您返场。答题，我们专门为大家请到了桂林本地的说唱爱好者和 B-box 达人为大家出题。郭老师好，郭老师好。他们会用说唱的方式念歌词，三队抢答，谁答对了，其他两组倒下去。率先答对歌名的人获胜。答歌名啊？行。不是这样，我们一会儿该崩我的时候，我再坐这儿来，行不行？我现在坐这儿有点害怕。可以，真的不吓人，不吓人，不吓人，我保护你，好吧？你保护我，我保护你。他一弹我就跟你踩，对，行。他一弹我就下来。请出第一首歌。哎哎，剪一段时光，缓慢的流淌，流进了月色，总微微荡漾，总微微荡漾。荷塘月色。凤凰传奇的，凤凰传奇。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哇，钟声好强啊！哎呀，玲玲要下水了。洗脸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体验。没事没事，体验，别怕别怕。关键想出来，没那么吓人。我今天你可以的。完事了，兄弟们，我要上了，我要上了，马上了。不是，关键我也回答上来了，凯哥手没有你们快。真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我跟着我拍荷塘月，荷塘月色。流进了月色，总微微荡漾。荷塘月色。凤凰传奇的。像你们那儿已经说了。有没有人还没下过水的呀？有，周深老师，来一回，真得来一回。我是个不喝水的鱼。请出歌。没有。有，哎。有啊，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把话都说不出去，勇气是天意把话都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有点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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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甜。有点甜。回答错误，回答错误。不是不是不是，一路上有你。张学友。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我欠你们的。是上辈子我欠你的。你知道吗？爱你。那爱你并不容易。我说怎么这么熟啊？这个游戏我们下去就结束吧。这游戏都快结束了，周深还干着呢，周深还干着呢。
这样的，我们这一题不惩罚了，好吧？我们还是听歌词儿。好。为什么改再一次，就为让你下嘴，你知道吗？来，请出歌。我跟沙溢老师两个人，每一轮都只是这样看着龙龙。十轮三十万。我知道了，这个。却又像风捉摸不住。请亮题板。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哎，跟我们一样。是。像诗人上散发的香水味。先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是手腕，他写的手腕，我改的是。找到了蓝队的弱项，蓝队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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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队也会输啊？这我们付出多大代价呀？夸夸夸往里跳啊！你们队也有今天。现在就我错了，没有下去。下吧，下吧，下吧，你不能一个人干着呀！来来来来来，加油加油！可以吗？真的不行，我来。没事，我可以，没事，我可以。这样，我在水里等着你。哇塞，小心我别撞着你，你去那儿。没事，我在水里等着你。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上来我还觉得没有回归我的大海。OK 吗，周深？我可以，但是我隐形已经冲掉了，我看不清大家。啊？冲哪儿去了？我不知道。啊？冲池子里去了。等一下，眼镜掉了。不是，是冲池子里。等我一下，隐形眼镜是这么找的吗？在眼睛里。他转在了眼睛里。啊，回来了！啊，回来了！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找隐形眼镜是这样吗？我们最后一题啊，这首歌我们出的是李老师的歌，但是李老师你不能提醒。那等于先把李老师弄下去。好，过来过来过来。好好好，你的歌你们上那儿干嘛？不，李老师，你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吗？他坐这儿，坐这儿。你小心他把那个标贴到你身上。什么标？标没有了。那为了公平，我们队也可以不要沙溢哥，不要沙溢哥，你去那边吧，沙溢哥。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人家不要你了，人家不要你了，你过来。都知道我多余是不是？人家不要你了。行，我在这干扰蓝队。好嘞，请出歌。有个地方睡觉吃饭。这首歌我可太熟了，这歌我真会。日夜颠倒连头困，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日夜颠倒连头困，墙板被我砸烂，对吧？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请亮题板。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哦，都对了。哎，完了，背诵全文了。没有，写错了，写错了。我给你标个音啊。别改，别改。没改，写拼音的。哎，他们还涂了一个字儿。你太过分了。砸。我他之前写的凿被我凿烂，我都看见了，讲的是凿壁偷光的故事吧？我知道，成语改的就是这个。砸，这一轮答错的是粉队。哦，荣浩，你是那个队的。
我蓝色的，我蓝色的。你们的不是我蓝色的，我是这个队的。刚才是他们队把我清出来了，我从那一刻跟他哥跑过亿了，就。我不是那队，我是蓝队的。快点的，你这你哥，你这这。我来。快进去。你变得挺快啊。不是，你刚才答案出来了，你给哥一看，我说对，一个字都不带差的。我们是要三个一起下吗？没有，我帮你下就行，你坐着吧，加我一个吧，好不好？是吗？那坤坤替我吧，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没事，我想玩。谢坤坤，谢坤。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接受一个惩罚，就最后一个环节啊。这怎么到我最后又成一起了呢？来，大家一起接受一个惩罚，快！你看看现在坐在上面的，没有一个是粉队的。我不同意，我现在也不是粉队，我黑队的。我黑队的哪个椅子上都是最后一个下水的，他太重了，太重了，抬不动。哎，没办法，哎呀妈，就这么跑也没跑了。恭喜这一轮获胜的是蓝队，接下来先请蓝队来抽 CD 销量。哦，我们仨一人抽一个。什么？哎呦，厉害嘞！咋还有百位数呢？大了我的数啊！热销，这真热呀！目前我们那张空白唱片的贴纸已经被转移出去了，并且在一个人身上超过了一小时。现在请大家查看一下各自的手机，收到短信的成员，这张贴纸一小时之内还没有再传出去的话，我们会继续扣除50000张。什么？100张有人预定了？好的，我马上再印100张。贴纸呢？咋的？算了。不要害怕，你先别摸我。哦，没在你身上。没有，喝口安慕希壮壮胆。不给我，安慕希也剪唱片吧，也不加唱片。是。快，赶紧，他们要不是改了，不改了啊！用阴谋阳谋明说暗。不改。想到你一定是鹿啊。嗯，对啊，对，你觉得你九色鹿吧？哎呦，我最近在那个短视频上老刷到小熊猫，你知道吗？就啊黄哦就啊浣熊，浣熊那个啊，巨可爱，我觉得跟你很像，因为很可爱啊。谢谢。好，然后两位都是有音乐作品的嘛，如果想要合作的话，会想要出一首什么样的风格？合作我已经很开心了，还挑什么风格啊！我天哪，我可以拥有跟周深的合唱吗？我谢谢你，我的水平应该不太够吧？哎呀，你太谦虚了，毕竟你也是有很多单曲和很多 OST。我的单曲只是因为就是我演的电视剧找我的话会比较便宜。开玩笑，比较偏年轻化一点的风格啊，都可以。真的能合作就已经很荣幸了，少来。也这里也要感谢深深唱了我很多部戏的歌，我也唱得很开心啊。已经有下一首在预定当中了，感谢。耶，怎么？谢谢周深老师。您看，白鹿老师您真是客气，让你保护好嗓子，一直唱下去哟。我会加油的。那加油好不好？就是唱，
往后我们看你的作品出来。现在此时此刻，露露的那首新歌《谁是你朋友》。哎呀，我的天！那个手是我。上次录的时候正好深深没有深深，我们来补读这一期。好，来学习一下，然后现在我们就来录了。你喜欢我吗？重复。那我们说来就来，还要再练习一下。就是他跟歌词的，我不想只是你，我不想只是你，是你朋友，只是你朋友。重来一下，再来一次。我不想只是你朋友，不是你朋友。你喜欢我吗？交换真心话，没那么复杂。说出口吧，别再装傻瓜。我不想只是你朋友，只是你朋友。牵我的手吧。哇，你都会唱了！天哪！必须会唱啊！那我们说来就来了。好。哇，太棒了！呀，这属于你俩的限定特别版手势舞。嗯，可以可以。哎，这个听完，这个听完就哇，青春洋溢，是不是？哎，上回雨琦我们在车载上有说到，他想期待跑男家族一起做一场巡演演唱会。我觉得我们跑男真的可以一起开演唱会，我觉得真的，我们搞一下全球巡演好不好？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哇、哦，对，我们那天有在路上聊。可以啊。成功会不会一直上春泥啊？这重头戏还是留给雨琦。嗯，留给周深老师。留给雨琦老师，还白鹿老师。好，我们还有郑源老师，我们这歌手其实太多了。程程。我们说到演唱会，还有歌王凯歌，还有段演唱会，那沙哥呢？沙哥，哈哈哈沙哥唱黄梅戏，另外一种风格。好，说到演唱会嘛，深深那场演唱会是真正第一场体育场演唱会。对对对对对，改变了你的意义还有感受。就是从来没有想象过吧，因为然后他有那么多人开演唱会，几万人，4.5万人。哇、哦！所以就是第一次觉得就是。那么多人一起在喊你名字的时候，就会觉得，就觉得好可怕。梦想实现了，对，就感觉像做梦一样、像做梦一样，就开完之后就立马忘了。我开完之后上车，我就立马，我刚刚开过演唱会了吗？就这样的。不真实。对，太难了。那陆陆也想问一下，你现在正在拍摄的《临江仙》，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吗？因为我们是原创剧本。嗯。你看过有部戏叫《招摇》吗？哦，知道。就是他的后期。会跟招摇有一点点像，就我也很久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比较，因为它的位置很高嘛。我们是讲，就是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个双生的存在，就是我强你就弱，你强我就弱，对，然后就是一直相爱相杀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在各种就是比如说穿越时间线，然后各种反转，然后包括回溯。之前的就是看就是这件事真相，然后其实一直讲的就是一件事情的真相，就到最后真相大白，可以期待一下。期待一下，这种算相克吗？很难说。而且我们强就弱了。对，我们这次做的造型也是那个，就有点就像复古仙侠的感觉，就是跟现在市面上跟白月其实都是两个风格。好，接下来想问深深，之前参加联合国，然后用中文献唱3首歌曲，心得体会。因为我们之前去跑台做过联合国。对，我知道，我觉得很骄傲，可以在这样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平台去唱中文歌，然后可以让更多的其他国家的朋友听到中文歌。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非常骄傲的事情。那我们还期待陆陆要拍一个旅行团，他去年欠我一次旅行团，他们答应我们拍，就是再拍一次。有吗？好的好的。都追到来了。今天会从上飞机的那一刻就开始拍的。好，接下来请跟我说出3个必须要看北上的理由。第一是它温情，因为它讲了一个小院里几户人家住一起，然后会让很多人就是有种青春的回忆吧，就是勾起很多回忆杀。因为是其实我是九零后嘛，它就是讲就是90那一代的，很有怀旧的呗。对，就跟我小时候基本上就很像。然后还有一个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可能是我的反差吧，因为我在那个前后期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就形象上。
其他的就交给观众去评判吧。怀旧、反差、意想不到、由内到外的一个蜕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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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蜕变，还是很紧张，我也很焦虑，就是这个出来以后会受到又期待它的什么样的反响？对，还好了。你觉得是大家熟悉的白鹿吗？应该不是，应该是没见过的。我也不知道拍出来就是剪出来是什么样。播放两位在跑男中的名场面，两位互相模仿。我不会吹口哨的嘛。但是这个名场面已经消失了，他已经会吹口哨了。也是有几率的。第一个真的啊，就是响吗？这最后那个很响，怎么办？爷青结，爷的青春结束了。是的，没事儿，我有这个名场面就够了。因为我们录跑男的时候，经常有路人，就是他们有行人或者其他观看的朋友们，他们会在那说白鹿嘿。说明那一期真的是挺多人看的，就是很好笑。这一 cut 真的我好尴尬。我说这个表情包，你是不够开心。再来一下，抓一下镜头，我真的很这也要用力，真的很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Enough。牛奶皮肤白梦妍，绝世美女白梦妍，仙女下凡白梦妍。牛奶皮肤白梦妍，绝世美女白梦妍，仙女下凡白梦妍。你别听了，白梦妍。都是事实，白梦妍。妈呀，太吓人了。仅仅直视白梦妍。白梦妍困了。我要把这个口号喊到匈牙利去。那你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粉丝宝宝们说？少管我，少管我！谢谢。其实这个是一个高情商，就是你想跟他讲你少管我，但是你又不想，就是对啊，感觉像吵架一样。对，所以你就会用一种很就是让两边都舒服的方式。别管我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两边都下一个台阶。这也是这首歌的，你为什么用？好，那我们最后呢，因为我们是车牌特别是每一次那个片头都是有一个嘉宾自制片头，然后我们音乐统一的，然后给大家准备一个道具，这个音乐就不合，这不是上一期的那期 AI 音乐那期是吗？我要这个，我不要。大家的拥有小黄点。应该用这个，用这个。哇，真好看！那我这边这个。它有点刺呢，所以说。来吧。来了吧，我说完也来，你跑步了。OK。OK 了。拿了这个。唱 OST。
先关您的怎么？哦，王鹤棣，王鹤棣呢？啊，苍兰诀。王鹤棣呢？现在来了。哇，东方青苍，拯救你是我的使命。大家好，我是。敢于挑战各种角色，敢于打破次元壁的王鹤棣。哎，哦，欢迎，是这个壁，来吧，贺思怡。哎呀，我今天唱会不会太吵了？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现实两三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望大人们见谅，提点的话，我动也不想装。世人寻黄金香，我找月亮，何必同往？耶、yeah! ！如梦哎，今天正在播出，还有他的《以爱为营》正在播出，大家记得看哟。嗯，那这样只要因为呀、啊，我都唱了歌。你全是 OST 吗？我这两个。哦，宣传一下，宣传一下呢。哦，周深浅演唱《林安如梦》和《以爱为营》OST， 大家注意，一定要就是头尾不能跳过哈。好，那提到开心，那就说这让爱挣扎，唱错词了，让泪挣扎。落下，老师这么不想听我唱，是咋回事？本来我们这支队伍呢是有八个人，但是周深同志现在在联合国代表我们团队发言。好牛啊！我们这队伍，我们这队伍出去了，上那儿护卫去了。很光荣。2021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就在昆明进行，当时我们的成员周深。也为这次大会献唱了主题曲《和光同春》。好厉害呀！他会你都唱 OST？ 哎呀，主题曲。
谢谢。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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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我都不敢过去了，你知道吗？太好听了！不是那个音乐老师，真的是唱的好的就放整段的，像我们都是伴手，是吧？还有一个，我们还是好好回去演戏吧，挺好的。歌坛这碗饭吃不了，有头有尾，我们的都伴手。我觉得这个衣服的颜色哦，他们是一个队的。哇，如果你想换个颜色也是可以的。感谢节目组对一个老同志的照顾。老同志，我这唱歌不行了。带带你是不是？带带我呀！真的，刚才周深唱的时候，我一动都不敢动，怕打扰他一点点的瑕疵。不会的，人家的基本功在这儿呢，你打扰不了。我很期待你们的人是谁？那我们俩，我们作为帅哥靓女组，不能再加人了啊！你们不是美女乐错吗？我们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外援吧？虽然我和 baby 我们俩唱啊跳啊接家，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也需要一个。你们常驻老师怎么样照顾一下我本季的飞行嘉宾吧？你说什么啊？我很像本季的飞行。我是本季的。我去了很多期。你们俩互来，我帮你拿吧，你飞常驻老师。这个是真源的采访稿。好，我先问。好，我先问真源老师。这儿，这儿啊，来，你们俩互问，来互问啊，就一个。我狠一点，先问申哥，最想和跑奔跑家族的哪一位成员互换身份？为什么呢？最想和张真源老师互换身份，因为很想跟张真源老师学唱一下《出渊》。你别这样，问题串在一块儿了。你别这样，申哥，你好吓人呀、啊！为什么？你怎么清唱几句？你不能向我学啊！我就是你在紧张，你这样说的我好紧张。叫我唱，来吧，我唱两句。怎么唱的来着？斩来是荆棘，丛生野火燎原，斩去路阻挡我这岁又万万千。 OK， 就这两句吧。你听过吗？我就是，我当然听过啊。听过。你在后台，我怕你在精心准备。对。我教你问先生问哪个问题、啊、不是这个吗？等一下啊，先生，不是，你回答跟他的提供不一样。等一下，不是，你可以先问他这个问题。你来问吧。你可以先问他这个问题。没事，我问吧。好。啊。来。最近申哥给《庆余年》演唱过的《借过一下》非常火，可以给观众朋友清唱两句吗？不可以。我这首歌叫《借过一下》。来嘛。你是你，我是我。作为飞行嘉宾来唱歌是另外的。行了，申哥。啊，你在拍东西。哎。词儿是什么来着？我也不记得，我可能也想了很久。对，哎呀，我现在唱会不会太吵了？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现实两三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你探老月光，望大人们见谅，提点的话我懂也不想装，世人寻黄金香，我找月亮，何必同往。耶、yeah! 啊打扰大家工作了，不好意思了。还要问啥？接着问，来吧，我继续问完吧。你好好的唱一下《出渊》要不要？没事，我不太好意思。真源常常会在微博上晒自己的狗狗呼安，可以分享一下呼安的一些趣事儿吗？他其实也不是趣事儿，我分享一下吧。就是我房间不是在二楼吗？我会一般把它放。你的房间在二楼。就是我住的地方，我一般在二楼，但是我的狗一般放在一楼。然后我助理一般会帮我弄午饭的时候，他会把狗放出来，然后每次出门，然后你就听到蹦蹦蹦咚咚咚咚，它就往上爬，对，它就爬到我面前来，然后就跳跳跳，它现在弹跳力已经快跳到我脸上了。哦，就是。所以你跳起来撕名牌那招是跟他学的吗？因为我看最近这几期，虽然我不在，但我也在看奔跑吧。刚刚说我撕名牌，撕名牌很厉害，非常厉害。以后我就可多靠您照顾了。你别这样，撕名牌真的一定要。但是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交流，我不是跟你交流，我跟你站一队，我不跟你交流。
直播，这是直播呀，我们是直播，你在干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是直播吗？这是直播呀，这是直播，交给你了。你早说呀，申哥。这说的仿佛像我在陷害你。这是直播啊。我刚没说什么吧？没说什么，挺好。所以你那个四名台那一招我要学一学。好，下一个问题到你问我了。来吧。歌手是深深歌的主，我自己叫的歌啊，的主页。那么深深，我也知道这稿子不会那么礼貌，叫深歌。深深歌有没有吉他也想涉足的领域呢？四名牌的领域，以及跳起来四名牌的领域。哎，哦，哎，那我正好来，让你感受一下。你最好给我点面子。反正我不撕，我让你感受一下跳起来四个感觉。跳起来四个感觉，这句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友好。不是，我不跳起来我也撕得到你的名牌哦。我是。哎，因为我在电视里看的那个，是就是这个意思。冲，咔一下，咔掉这儿，冲。从此以后，我就是张震岳。好，最后一个问题，咱排队了，咱直播排。好的。那真源在节目上第一次尝试拔火罐，你感觉怎么样？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养生小技巧吧。申哥不在，我真的很想让申哥体验一下。好，谢谢你的回答，拜。等一下，等一下，你俩要互拍一下。我们互拍。对，跟我正手。让张真源画出来。对，平常有什么其他的养生的小技巧？养生啊，多喝热水。对自己是真的是多喝热水，我天天人家无常温我也喝，我一天喝个两升水就感觉一天很养生了，就是。感觉肠胃都被洗空了，包括在这么热的天气也会喝热水吗？那热水里面会放枸杞，那还是喝常温吧。会放枸杞，会放什么？那除非是熬夜熬得太猛的时候。年纪轻轻就开始很棒的养生，我向你学习。该按哪个拍照啊？快坐来调一下，火车。原来是直播呀，观众朋友们。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以为是录播，我有点放肆了。但你刚才没有什么问题。不是体育社的，怎么能给文艺社的拍照呢？因为只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可以拍出来吧，深深哥，更帅气的我给你拍一张绝帅照片。我有这拍照姿势，这个拍照姿势可以。一定要这样吧。哈哈哈哈哈。我们正好提到了白鹿哈，在昆明站路透，白鹿被周深笑到扶墙，这个引发网友讨论，挺好奇你们俩聊到啥呀？我有点忘了。我因为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乐呵呵的，天天就感觉随时都是哈哈哈哈。大家看奔宝宝也都熟悉，因为白鹿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一个女孩子，也希望她永远都可以这么开开心心，没有任何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希望永远开心。然后现在她《凝安如梦》哎，今天正在播出，还有她的《以爱为营》正在播出哦，大家记得看哟。嗯，那既然提到因为呀，我都唱了歌。你全是 OST 吗？我这两个哦，我宣传一下，宣传一下呢。哦，周深演唱《凝安如梦》和《以爱为营》OST， 大家注意一定要就是头尾不能跳过哈。好，那提到开心，那就说这让爱挣扎，唱错词了。让泪挣扎落下，老师这么不想听我唱，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就这样吧。好，那提到开心，那我们想要粉丝深深的歌迷也能不能开心一下，就期待二专的进展。哇塞，我跟你说，现在二专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没有以前的那种就是进度调到90%，突然啊掉到了10%又重新开始，没有，现在在稳步进行当中，然后质量第一，我还是一直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做一张首先自己满意的专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一张专辑。好，那我们就到时候也是期待深深的专辑，今晚可以先听 OST《凝安如梦》和《李安伟》。这是《凝安如梦》的，刚才的那个《以爱为营》的被打断了，大家去 APP 听一下吧。再来一遍，我不要。再来一遍，你画的怎么样了？好好听，好好听啊！恩熙，你甚至都没有听。声音啊，哪有再难听？哇，你看他
画的云栩栩如生。再想一想你画的云，你怎么回事？不要拉一踩一口一踩一。字，你只是挥挥手，想丢掉废纸，说人生遇见的事。别往那个调上去了，低一点吧。这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怎么那么像二人转？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乡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班突然醒来，像被命运叫醒了。其实你不能就要问一下。这个结尾也太考验我们的音乐能力了吧！垮掉了，垮掉了！200个人看我们，400个人看我们，垮掉！那是有点太不熟了。你上来就，有些时候你就高八度，你就高八度。有些时候，对呀、啊。必经的事咋唱？说是人生必经的事，也可以。你卡在应该是什么？这样说是人生必经的事，但你这样也可以。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对，但你刚那样卡进去也可以的。哎，第一个你再帮我带一下，我还是不行。可天真，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有说一个字。这怎么唱？这怎么唱？哪个？这个吗？像当我和世界初相见，当我曾经是少年。我又不会了，必经的事咋唱？由周深带领205位一起演唱《你曾是少年》啊。这句话怎么唱？深深，这下一句应该怎么唱啊？这个深深，我又不会了，再帮我带一下，我还是不行。我要是西林跟周深，我就是玩着玩着，在别人耳朵里喊一个高八度，把人震聋。这话我就不问周深了，因为确实没有。不，有周深老师够不着的歌吗？没有你够不到的歌吧？我们都够不到。我只能说周深不可能。我只能说周深没有音域。哇。他在他的世界里面不存在音域这个东西，就是啥都没有。你们聊你们的，为什么要拉回我？为什么放这首歌？来，陶醉。哎呦，深深，整活了开始。我们要听 live。好牛啊！哇，好高啊！
还是没忍住，还是给他们凑了素材了。但凡咬牙忍两分钟，他就白放了这歌。勾引我的歌音，你刚才这两个高音好了，可以停了，素材够了，来下一首大鱼。大家好，我是男高音歌唱家周深。一般我都不唱歌，我也不会就是像郑恺先生一样唱出这样的徒弟，不像郑恺先生一样唱整部歌剧。我都是大家唱完了，然后我去结个尾，我都只会唱一首歌 ，Time to say goodbye。好的。对，我也是刚刚唱完过来的。嗯，也要唱两句吗？表演一下吧，给大家。好。Time to say goodbye. Paesi ser mori che hanno moi. Non mi vestino no più. Io con te. Grazie.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推我一下吧。我推你，我推你，我推你来，来一二三。啊，不是。啊！我干嘛了？我这。你算了算了算了。OK， 我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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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我推我，我忍住。一二三。真硬。真硬啊。好久啊！对呀、啊，哦，这么快！哦，这都没穿好。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散，当天地万物化为虚空，我还是不能放弃。来这唱的太好听了吧！不能和你分手，等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没有扣的。看太阳不再深深的伤，天空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日再变换，全部丢散，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我的手，收下，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青春像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蓝队挑战，至少还有你，请准备。哦，帅的帅的帅！放过往的好事，
是真的，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一起，如果全世界我也会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伤心的事我总记得在哪里。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伤心的事我都记得在哪里。这次还帅的哈，你们穿得很合身是吗？我在那一直吊裆。我帮你提着点。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却没有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到七分只有感觉长远若是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来到的世上，就问已经来不及想，每一天一点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河、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晚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喜爱像是一条纯洁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的海洋。许多年前你曾是十个有一套房子之后才能去爱别人吧，总是以为沉默之后就能抚平伤痕，以我被瞒着错过的人，当青春耗尽只剩面目可憎。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河、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晚突然醒来，像被命运叫醒了，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许多年前
是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相信爱会永恒，相信每个陌生人，和我和世界初相见，和我曾经是少年，和我曾经是少年。标准见谅啊，但我真的很喜欢。